去年黎诺尔一索得男太太李洁莹帮佢生咗个小春鸡，自此佢嘅父爱就爆晒出嚟，闲时就龙之为乐，真系 happy 啊！日前佢出席东周刊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嘅时候就兴奋自爆，近日又有一个人生大计啦！近排我犀利啦，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悠长啲嘅假期啦，因为呢个假期期待咗三年啦，咁啊希望我做埋人生应该做埋嘅。餘下的一件事就是希望可以追回個女係啦，追翻個女，咁所以咧，而家都係全職休養下啦，休息下啦，陪下個仔啦。因為由我個仔出世依年半裏邊咧，都比較忙碌啲啦。咁而家我啱啱就放咗接近半個月啦，我就發覺依半個月咧係忙過翻工好多。你有冇見過我即係而家好似好攰咁咧？我真係越嚟越攰，因為我而家係一冇嘢做，希望帶個仔去彌補翻。之前失去的時間，所以一帶他出去玩啊，總之一有時間就想陪住個仔咧。咁同埋希望快少少有個好消息俾大家聽啦。咁就希望就係有個女女嘅誕生啦。希望係啦，希望依個係關乎簡性同酸性啦。咁所以我盡量整彎自己，因為咧一個彎嘅人咧，即係個身體彎嘅咧，都係酸性嘅。咁所以就唔好令到自己身體咁好啦。身體好咧 ，fit 得滯咧，就多數係生仔嘅。咁同埋係。不要朝頭早啦，夜晚啦，啲人話夜晚嘅機率係高啲嘅，咁啊盡量信下啦，係啦，係。